关于如何毁掉星图，我已经有了一些想法，不过还是需要皇上的帮忙。但说无妨。我想一把火烧了占星馆，可占星馆人多眼杂，在我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我想让皇上找个时机，把大部分术士调离占星馆。你是让我想个办法，找个理由，对吗？对，提前占星节也好，论功行赏也好，只需一个时辰。至于如何烧掉占星馆，我来想办法。好办，这不就有现成的吗？什么？寿宴啊！我以为太后卜卦祈福为由，将整个占星馆的术士招揽进宫，虽不太合乎情理，但朕本来就是个任性无礼的小皇帝，谁又能奈我何？别说是一个时辰，就是一晚上也绰绰有余。是君主来了，公子，我们等见了君主再写这个吧。荣誉，你给我出来！像你这样的还敢笑想本君主？荣誉，你给我出来！郡主，你走开！是这样的，琵琶本君主也练不好了，几日之内也无法精进，所以。太后的寿宴，我不能和你合奏了。女孩子脸皮薄，不好说，就麻烦少馆主自己和礼部大人说去吧。啊，这不是李大人主子说话，你个侍从插什么嘴啊？是展平逾越了。你说话呀！展平，回屋吧。是。你话都没说清楚，你走什么走？到底是谁在放肆？公主我都不怕，更何况你这宵小郡主啊！郡主，这鞭子不过是我贺九龄玩剩下的东西，你还有脸班门弄斧？贺九龄是吧？你的事本郡主也听说了一些，不得不说我还是挺可怜你的，所以你的夫君我不跟你抢了，就还给你，以后这些事情啊，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你是要把寿宴献月全甩给荣誉啊？什么叫甩啊？还好有人告诉我他脑子有问题，他连谱都记不上，还指望我和他献月？他会去献月，也会让大家知道他没有问题。现在麻烦你离开荣府。你以为我想待啊？我已经说了，我不会和他同台献月的。这件事情你们爱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，我可警告你们，别想拿本郡主当挡箭牌。慢走，不送。借鞭子，走。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。哎呀，什么没事没事的，少夫人，你快去擦药吧。都怪我。谁知道那个女人表面是个郡主，其实是个疯婆子呢。现在该怎么办呀？是跟大人说公子一个人去抚琴，还是不要去了？当然要去，原本就定好的事为什么不去了？那公子一个人献月啊？你不是说过要做我的乐师吗？和离之前再为我抚次琴吧。吉祥，楚楚来给太后庆生了。来来来，这儿坐。近几日在京城待得怎么样啊？可好了，我吃得好，睡得好，还没我家老头，没有我家父亲隔三差五的在我耳边教训我，我都胖了一大圈了。既然如此，旁的哀家也就不多说什么了。相比于西兰和成安这两块像修了无情道的石头，咱们家楚楚也总算是开了窍了。
只是这以后啊，不能拿着郡主的身份再去欺负贺九龄。不管他做没做错，哀家可都是会给他撑腰的。我就那么一次跟他起冲突，太后您怎么就知道了呀？你还真欺负贺九龄了？我，他们家都是奸细，他就是个坏人。贺家的事儿那都是大人的事，以后不要再说这些话了。知道了，我以后不会再欺负他了。还有那个荣誉，你以后也多担待点他，不许再跟他有冲突，听见没？反正以后再也不会见这两个人，跟本郡主有什么关系？哦，太后，时辰已到，可以开宴了。好。听说一会儿在宴会上，你和荣誉有合作，哀家很是期待啊。荣誉，祝太后万寿无疆。好。祝太后福如东海，万寿无疆。怎么到现在太后还不知道？我不准备上台的。贺九龄不是去解决这个事的吗？福如东海。待会要是点到我，我什么都不会，可丢死人了。九龄就是故意的。郡主，要不然我们去跟太后说清楚。祝太后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真好。好好好，赐座。他现在这么开心，我去跟他说那么扫兴的事，他心情能好吗？谢太后。再说了，他才刚刚提点我，指不定又在怀疑我欺负荣誉呢。谢太后。先留为上。此座。走啊走啊，该我们上场了，走吧，走。你应该在寿宴上。你也是。不，今晚我不想做占星馆的少夫人，我只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的舞姬。往后，去做你想做的事。多谢你这几个月的照顾，与你相识。与你结为夫妻，又与你分开，我不后悔。你才刚回府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不要叫，不要叫展平担心。好。我终于看到你在我面前笑了。你该回宴会了，一会儿该抚亲了。
没想到今天还有这么大的惊喜，来人，赏。是，郡主。啊，让郡主换一下武服，赶紧回来。回来领赏。那女子是郡主，当真是剑破长空，风采过人呐。这么厉害呀！没想到，都说郡主和占星馆要结亲，果不其然呐。瞧着少馆主的病已经大好，他二人真是郎才女貌，天造地设呀。我瞧着大家好像都失忆了，忘了荣誉还有一个正妻。换武衣还是要些时间的吧，不如先赏荣誉好了。好好好。哎，荣誉呢？去去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少夫人，占星馆走水了。程斌，备马。好。你以少夫人的身份偷偷引火不是不可能，但星图被重重干涉，你直接杀掉他的风险很大，成功的可能性是不高。倒不如趁火打劫，先让你的人在占星馆外围烧起一把火，搅乱整个占星馆。星图的守卫就算没有去救火，也会对你后面的出现放松警惕。
到了星图石门前，以救火为由支开他们。你们几个人还在这站着干什么？人手本就不够，再不去救火，整个占星馆都要被烧完了。站！站！展平，快，再快一点！站！就是占星馆之宝吗？星图，星图，星图没了，占星馆没救了呀！占星馆，少馆主啊，烧就烧了，起来吧。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命根子啊，我们术士卜卦占星，看一眼星图，那比啥测的都准呐、啊。这要真没了，这往后帝王天命、嘉陵国运，我们靠什么测呀？哎呦，天命，即便有星图，不也是由自己来卜算？一件外物而已，这不是值得难过的事情。只要人在，就不怕。快起来，来！快救火！别过去！你疯了吗？这么大的火，你就算进得去，你也出不来啊！星图肯定是烧没了，你跑进去干什么？滚开！放手！大爷，你别进去！滚开！
没了，没了！团主，怎么回事？姓涂的，姓涂的，我。姓涂没了，姓涂没了，关注，姓涂没了，关注，姓涂。怎么会这样？没想到火烧得这么快，我根本来不及出来。可是荣玉怎么会来呢？他不是在寿宴上吗？他最知规矩，守礼数。寿宴没结束，他不可能离开的。怎么这么多人？为什么这么多人？小姐，我是在做梦，我是在做梦，一定是方九龄，醒醒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小姐，小姐，荣公子，他只是受伤了，再说，太医们已经尽全力在医治了，为什么？你要顾自己的身体啊，小姐。荣嫔，你话好多。荣大人，先告辞了。发现星图室着火后，少夫人是与属下们一同灭火。后来火势太大，无法控制，我们跑去喊人，然后吸了口烟气，才不省人事。也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，也不知道少夫人被困在了星图室。
可能！展平，少夫人绝对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。快走！你们带走他，只是要了少夫人的命啊！荣誉就交给你了。走。什么？贺九龄他？太医怎么说？性命无忧，始终不幸，是他不愿醒来。不愿？今日你来，不只是来看荣誉的吧？小皇帝把昌邺的金矿银矿全权交给了我，我马上要去昌邺了。我想走之前，请大人帮我算一算。星途一回，玉儿又受了重伤，占星馆从此以后将会一蹶不振，一落千丈。现在这样，我哪还有什么心情去占星卜卦？就算勉强占得了，也是砸了自家招牌。还望摄政王海涵呢。荣大人，你的身体……你放心，贺家留下来那个祸害，他不死，我是不会有事的。烧我占星馆！烧我占星馆！居然烧我占星馆！他忽然做出这种事来，难不成？我早该看出来，他前些日子的异常，他应该是知道了，是我要灭他贺家满门。你我相处，一直小心谨慎。就连那小皇帝都不知道，他是如何知道的？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最重要的是他罪该万死，小的弄杀了玉儿，这老的又借口去南疆悔婚，他们贺家上上下下没一个好人，他们就该以死给玉儿赔罪。哎呀，荣大人，这怪只怪我一时心软，才酿成了现在的大祸。当初他回来的时候，就应该不顾玉儿的感受，让他跟他们贺家一起去死，就为了这么个女人。玉儿他到现在不愿意清醒，他更不愿意活下去。好得很，好得很呐、啊！我要让他不得好死，我要让他碎尸万段，我要让他挫骨扬灰。荣大人，现在那个祸害已然是无依无靠，弄死他也没人会知晓。你放心，我去昌邺之前会叫人把此事办妥，给荣大人出了这口恶气。Shh.
大人，占星馆来了十几位术士，说要见您。大人，大人。慢点。我早该看出来他前些日子的异常，他应该是知道了是我要灭他贺家满门。现在那个祸害已然是无依无靠，弄死他也没人会知晓。我要让他不得好死，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。快扶我出去。公子，公子，情到深处不可逃，回眸有你守候。岁月可曾回首，几度悲欢离合，思念落地成霜，化作灿烂星河。你悄悄地转身，轻手合上今夜人间星星寂寞，情到深处不可逃，回眸有你守候。岁月可曾回首，几度悲欢离合，思念落地成霜，化作灿烂星河。握紧幸福情的一个想你过客，原来相思故里尽是相思。